今天的新新闻正好要来看到国造潜舰呢，昨天踏出了台湾史上的里程碑，也就是正式的下水典礼。这当中呢，引发的关注是召集人黄树光呢，之前就说啊，案子呢有一位立委针对的潜舰国造一直在搞，还影射呢他跟军火商的关系非常好。昨天媒体就询问呢，到底是谁呢？黄树光语带保留，只说你们自己去猜。但是来看看这个人是跳出来自己对号入座吗？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说了，他说这样子影射的杀伤力最强，并且正告黄树光说少来这套，如果你点名我的话，我必告你。不让大家觉得很傻眼的，黄树光根本没有说是谁，为什么马文君要自己跳了出来？而国民党现在呢，主要面对2024大选呢，侯友宜的民调持续这么低，他们都急着一定要进行蓝白合整合。但是传出你国民党提出的两个条件不比民调，而且侯友宜只当正的，一定坚持侯科配，让人家柯文哲民众党也根本不想合作。国民党的高层现在传出呢，就说啊，未来只要合作赢得大选，在政府部门有六七千个位置可以来历练，甚至民众党也都有机会来当部会首长。这样的话题一听起来，明显的根本等于是利益交换，已经违反了正副总统的选罢法第84条，俗称的“手银牙疼”。那我再更加。做合作的条件就是我们不要做民调，然后我要当政的，我奇怪，那是哪一门子的合作方式？事隔一天，气还没消，面对国民党不断放话蓝白合，甚至传出要求不做民调，只当政的，柯文哲气得在内部会议爆粗口，朱立伦听了立刻隔空安抚。任何的这些放话绝对不是来自于国民党，我们绝对不会被见缝插针。蓝营持续温情喊话，因为根据网络媒体最新民调，柯侯两人持续缠斗，民调还显示若蓝白一合，侯柯配支持度大于柯侯配，似乎也成了国民党认为自己该当政的根据。蓝营内部还搬出位子分配说向白营招手，他不是只有正总统副总统啊，那行政院长呢，对不对？这么多部会首长呢，合起来那个量才大嘛。你不管是柯当政啊，侯当政啊，大家加起来可以训练的位置六七千个位置，民众党马上可以有多少个部长啊，有多少个位置给他训练啊，培养人才啊，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蓝营高喊合作共治后有职位分配，赖清德阵营发言人林楚英在脸书上痛批，谈整合便不会分赃，民众如何期待他们做好国家治理？跟分赃是两回事情啊，就是联合起来为人民做事，为国家做事，也许会给民众党内部一些想要位置的人哈，要给柯文哲施加压力，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触犯选罢法的那种搓圆仔汤。蓝营想让侯并柯不谈理念，先谈位置分配，柯班民调当挡箭牌，谁都不想当副的，持续尔虞我诈。三立新闻黄晨波、廖美君、S 小组综合报道。好，不过来看到也冲击到这个民众党选情的新竹市长高虹安，除了自己呢疑似贪污被起诉，现在相关的跟这个都更啊建商的复杂关系，是不是导致连简单的市政都做不好？包括了新竹市府，你今天的中秋礼金一年不过就是500元，为什么不断的急转弯？过去每年发，但是今年呢，高虹安一度说呢今年不发了，结果引发基层不满，又说改用误餐费的方式，但是引发批评，现在再急转弯，昨天直接改口。那我们再发500元的礼金，这当中他还赶快说我们要营造呢一家亲，而且甚至呢时辰太紧凑，名单可能有错误，我们接下来会来慰问。昨天也被发现赶快送了饮料给市府同仁，但是里面的很多的员工说新竹市府过去呢大家在里头工作是有一种光荣感，但是现在市长变成如此的样子，风声鹤唳，很多基层员工敢怒不敢言。一袋袋饮料共84杯送到新竹市东区区公所，市长高虹安送饮料祝市府员工中秋节快乐，怎么突然送饮料被联想是中秋礼金风波？中秋节礼金拿500块，市府他们发这个的话更不适合。对，没有哦。往年都有的500元中秋礼金原本不发了，改以活动误餐费方式发放。高虹安还指称过去预算编列错误，但事隔一天他又急转弯宣布会发放，而且回到原本的人事处文康活动费之印，礼金将汇到员工户头。昨天自己一副振振有词的态度，好像挖到什么大秘宝，然后今天接着又在灰头土脸的做一样的事情，
这种对于公务体系的不熟悉的市长，真的是规工的来增效的。三立新闻独家取得市府寄内部信给同仁，主旨强调凝聚向心力，营造市府一家亲，发放中秋礼金，部分员工需要造册发放，还强调时程紧凑，名单有误，28日修正完成，争议烧一天又回到原点，让员工质疑为何发礼金这种事也能搞得那么复杂。不满的情绪嘛，就是大家会碎碎念，可是也只能私下讲讲啊，不敢，就是大家一直传这样公务的案子，主管就会开始一直盯啊，上个班就会觉得啊，赶快五点到就赶快下班，不想要多沾惹一些事情。这是被我们，他是属于可以被保密，我们市长可能一些私人东西都可以用特制备案指出，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小戏嘛，你就不愿意给。过去在市府办理相关业务的员工透露，以往预算如果不够，会由市长特制废出，认为高虹安惹风波跟小气心态脱不了关系，搞得员工心情不美丽后又赶紧弥补，拿到礼金的心情还会一样吗？再来是由顾元松、尤伯台北参谋道。好，不断引发争议就是柯文哲的性别意识，他参加了这个女性论坛，又再度说当时当住院医师抽签呢，都希望不要跟女生同一组。另外呢，对男生的不满，也就是说男生很容易投给美女，现在的性平争议被批评，他的观念依旧被死当。先产假跟育婴假常常会被刁难，像我们当住院医师一样，抽签大家一定不要抽到跟女生同一组，对。出席女性论坛，以自身经验举例，想聊产业大环境，但一句住院医师不想跟女性同组，哀轰带头歧视，不够全面，而且也太狭隘，而且也真的。没错，是太歧视了，对，而且他也没有顾虑到，哎，他老婆其实也生过三个啊。之后我们甚至有些女医师是要还前面的值班数的，也不是像他讲的，就是哎，大家都摆烂，或者是大家没有想要跟孕妇这样，那是他自己个人的意见。女医师怒批柯文哲发言带有歧视意味，他争议言论不止如此。我们的政府官员女性比例不高，可是民代很高。因为女生不见得会投给帅哥，男生很容易投给美女。虽然现场笑声一片，但柯文哲被炮轰发言不当，把选举当选美比赛，无视选举，诋毁民主，选谁也能争定。柯文哲的性平分数真的只能死当重修。是要强调的是，现在女性遇到职场上面的状况，要透过制度去落实性别平权。对手阵营不要因为一句话而放大做政治操作。柯办强调讨论制度性问题，反击对手阵营政治操作。赖办紧咬失言争议要道歉，毕竟柯文哲时常的语出惊人，直觉呈现真实反应。参选陈俊彦、朱淑君台北报道。